早上好 ，Mr. Lin， 我是嘉荣，你是 Mr. Lin， 讲，你可以讲你的整个名字吗？我叫林吉华，林志华。林志华，OK， 今天我们早上是想讲关问你一些问题，关于多赢你一个加盟你的生意，是想请问你是从哪里出生的？家乡。家乡啊，那个什么兰呢？对对，那个什么兰的当兵。那边呢、啊？说你是出生的时候是开始盲，是盲了，对吗？哎，不对，我这是后天。后天啊。啊，虽然是遗传性的，不过是后天才盲。哦，出生过后不久就盲。没有，36岁。36岁，哦，不是出生啊，是 accident， 是不是？也不是，这是遗传性的，遗传先天性遗传的。天性的遗传啊，所以整个家庭里面只有你一个人有吗？对，就是我一个而已。哦，就是你一个而已，所以你是什么时候你妈妈和我爸爸那边遗传？是妈妈那方面。哦，所以 means like 你越来越老的话，你就会越来越你的看到的东西就越来越模糊。对，视线越来越差，一年就比一年差。嗯，然后可以解释一下你当时候这样的心情吗？你这样知道是遗传病和那些东西？当初是不知道，因为这是，因为我母亲那一代是不是上一代才有这种病症？那当时是啊？当初啊也不知道，小的时候是有一点，那眼睛是有点问题啦，因为还是很轻微啊，你不感觉到是个病症，以为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有些人就会觉得我们要看东西啊，就有一点好像是不太灵活啦。可是我们去验眼睛啊，去那个验眼啊，讲可能要佩戴眼镜啊，或者是散光还是什么啊，因为这个验眼那方式啊，还不是很深入的去像专家那种验整个眼底里面那个神经线啊，虽然验不出了。所以说我们眼睛是没有问题的，根本是一点问题也没有。Apa pandangan kamu tentang bos di sini? Ya, attitude ya, ada macam perangai baik ke? Ya, sini okay, semua bagus. Macam mana bagus? Like, describe sikit. Semuanya bagus. Dia akan macam care kamu ke?Ya, yeah, saya punya bos memang take care kami kita orang sebab kita orang buta. Dia tak suruh orang lelaki ke apa, tak sendiri macam ini buat itu buat, dia tak ada suruh. Semua suka hati kita sendiri saja. Macam kerja masa sajalah. Dia straight. So, dia ada tak macam bagi semangat sikit? Ya. Yeah. Ya, kami kita orang semua mesti bos kasih semangat punya.动力啊，最重要就是要给人看得起。你有一个动力啊，你去做，你要给人家看得起啊，你就有一个动力去做东西。就是说你要有个志气啊，是不要给别人看不起啊，别人哇这个盲人，很多人看不起盲人啊，以为看到盲人就是哇这是来要钱啊，要讨饭啊。要到人家把我们盲人当乞丐啊，明白吗？所以我们一个盲人要一个志气啊，要给他看得起你这个动力啊，就盲人吃东西啊。
不是说不看不到，不是说学不到嘛，就是慢一点嘛。你迟早也是会成功啊，只要你肯去努力去学啊，不怕慢啊，就是怕站罢了，怕你站住不去做罢了。你只要肯努力去做啊，总是会成功啊。虽然是比别人慢点，不说不能啊。如果你说啊，要上月球啊，又要研究什么东西啊，也真是做不到，这没有办法。像这样子做去按摩这东西啊，肯定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手艺来的。而且啊，如果是你是按摩来说啊，因为它的那个什么那个价钱不错啊，你学会按摩，如果是你手艺的好，你多顾客，你的收入会高，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啊，你可以追逐你的梦想。About all future free webinars, just follow these three simple steps. First, enter your email address. Then, hit the subscribe button. A message will be forwarded to you.Confirm the message, and you are good to go.